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一切都可以顺利的结束呢？当你准备好下定决心贯彻到底，你跟我，我们可以做到啊，拉克斯。这熟悉的感觉，难道我被绿了吗？前方有导弹，叶佩来啦！厂商要我戴绿帽，我也得摘，因为我是新世界的神。哎，妈妈，有新的钢弹可以买耶！傻瓜，不要买，等一下爆炸之后又会出新的了。这孩子是厂商要求的新叶佩角色，必须要有很多戏份哦。厂商的研究课题是创造超越调整者的种子，这样才可以打爆主角们，创造更多的新的机体，卖更多的模型。这种充满叶佩的世界，真的是大家想要的吗？我混蛋，是叶佩！你真的要用沾满铜臭味的双手与前拉克斯的手吗？堕入黑暗吧，王大哥！2024年全新的钢弹准备上市。难道一定要当绿茶婊才有人看吗？机动战士钢弹 C Freedom 之三道的基拉，1月26号存钱买模型。